这次出发，去各个电机会队友，重组你们猎魔团，还必须协助他们对抗魔族，在每个关隘获得百万功勋。这是盟主给你下达的新任务。杨爷爷，你和你的伙伴们都已被钦定为各自殿的接班人，这样的团队在历史上从未有过。 你要借此机会，通过他们彻底团结六大殿的力量，成为全人类的领袖，正式吹响向魔族反攻的号角。这也是盟主对你的期望。我定然完成任务，不负盟主所托。 魔关内存余的资源已经不够了，如果不能在一个小时内结束这场战役，驱魔关内的资源就将彻底告罄。影子呢？对上魔神了吗？你演魔神是吧？就让我来会会你。 天之骨头模样，幽隐囚狱，想听这个魔神？ 这就是刺客殿副殿主的实力吗？简直弱爆了！影飞方副殿主被烈魔神压制，光耀天使团也损伤惨重。两大神皇军团，五万兵力，却只派了一名八阶魔神前来，我就是吃准了攻坚战士刺客殿的弱项。 这样拖死我驱魔关！不好！干脆我出去把魔族都灭了。夏圣大人息怒，这可是驱魔关的定海神针，我再不出去，城墙都守不住，也是白搭。您坐镇中军，我去协助副殿主。你范通灵炉的副作用还没有彻底消失，现在出去迎战魔神是找死吗？ 将迎来寻回自己的毁灭。我的手！恭迎圣女，恭迎圣女。 Thank you.
杀！那便是圣女通过巡回秘境，获得的正反杀戮捷径。那圣女现在岂不是联盟年轻一代当之无愧的第一人？也不知道那小子现在怎么样了，但我现在没见到，那就是我们家彩儿最厉害。 圣女有危险！不好，彩儿！不好，快去支援圣女！ 终于抓到你了，圣女大人！<笑>为此，我们可是不惜牺牲了一位魔神。刺客殿的神眷者，你成长得太快了，已成我族心腹大患。但你现在已经无处可逃，我要将你的头颅割下，献给那位大人。 可能。
知道，你一定会来。分开的这段时间，你还好吗？我很好，你呢？你和彩儿必须在一年内达到八阶，联盟才允许你们重组。我也很好。那是骑士殿来的援兵。发现。这位精金骑士和圣女好像有点过于亲密了。那家伙是谁？以后你就跟彩儿一起换我曾祖吧。为了你小子，我豁出去了。侠者大人，总长大人，骑士殿代理圣骑士长精金十二号见过各位前辈。嗯，哈哈，客气了，客气了啊！我们还没谢过阁下援助驱魔官解刺客殿之围呀、啊。不知为何，我一见到你就无比亲切，不如我俩结拜为兄弟。哎，往后要是圣骑士长有需要，刺客殿将义不容辞。不，哎，刚才感谢你救了他一命，从此以后。他也是女曾孙女了。这么大的吗，爷爷？曾祖，您真的确定要和他结拜吗？曾祖，龙浩辰。龙浩辰，这我竟然是你小子，怎么一开始不说呀？差一点整个圣家都要被你占去天大的便宜了。您和总长也没给我机会开口啊。彩儿也已到达八阶，完成了当时定下的重组任务。你们接下来是要去和其他队友会合了吗？盟主还给了我赚取百万功勋的附加任务，所以我们还得在驱魔关再待一段时间。你和彩儿联手击杀魔神，解驱魔关之困，功劳何止百万功勋，我这就转给你。谢谢曾祖，没想到这么顺利就完成了第一个关爱的任务。看来全队重组应该也会很快。大人，总长，不好了，大批士兵突然陷入昏迷。啊！魔神？难道还有一名魔神？